湖古道。要不要播一个来吃看看？不知道。都很饱满，采一个吃看看有没有甜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有啊，这个可以吃啊，有甜啊。你就吃。这个是野生的吧？你就现吃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野生的、欸。看起来就是野生的。现在很饱满啊，不要录啦，这个我会踩的，你要看。所以你看指标很清楚，走柏油路上来会先遇到厕所，那应该是这一条走也可以，走前面也可以。你要走哪一个啊？哪一个？只是看你现在要先走这个柏油的，还是要走这个步道的。然后我们就一样是走这样，然后绕从这边绕一圈下来，然后从那边到停车场。从那边好了。这一条就是这现在我面前这一条。对啊。先走。我们没有走柏油，我们走步道。懒得走的可以开到这边，也有停车场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停车场。古道口。这个应该走很快啊，你看我们已经走至少要一半了。哇，有点陡哦。哇，蛮陡的哦。哇，我们在高雄的时候好天气，出大太阳，开到要到嘉义的时候下超大的雨。很快，你看走上来已经走到一半了，快到那个瓮缸潭和这个观景的地方。哦，刚刚因为下大雨，那个水量很充足。哦，这个有被树挡到，不然应该很漂亮，很壮观。他就只能看这样而已啊。比如要下河床的话，也最多走到第一层。哦，从停车场走上来，大概是20分钟就到了，蛮快的。啊，走柏油路那一边的话，会10分钟就会遇到厕所，然后再走一个斜坡上来就遇到，就可以看到瀑布了。我们就是走到那个瓮缸潭这里而已的看瀑布。那比如说还要往上走，走塘湖古道的话，听说蛮远的。那我们就一样，刚刚从那里上来的。那我们现在从这里下去，等于绕一圈。我们没有往上走，走那个塘湖步道古道啊。我们就这样子绕一圈看瀑布而已。哦，走这边下来也是可以看得到瀑布。现在你在看什么？没有啊，这个解说可是这个说长得太高了。哦，解说。
反正很可惜，这边你看那个观景台，可是球啊都长得太高了，这样看不到瀑布。哇，你看那水流很大。哇，好大颗的落石啊、哦！看，吓死了！都被草挡住了，只是可以听得到很大的水声。这里要走下来，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可是不知道可以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只能看到倒塌这一边的汤邦的这一边。哇，走到这边古道没了，变成这样。哇，你看这水流量多大，有人在这边也有放绳子。这边走到最后就柏油路了，就产业道路。然后就沿着这边走走走走回去停车场。哎，这边有个分岔路，是要往哪里的？往厕所的地方。这边上去就是往厕所。啊，这里耶。停车场。往停车场。我们刚刚干嘛走的吗？奥钢厂。瓮岗潭瀑布，那比如说下河床的话，听说是可以走到第一层，啊，第一层是就上不去了。我看网路上是这么说了，我们是没有要走，我们是轻轻松松的走古道，然后看瀑布而已。你就这样，轻轻松松。